超惨的十座区等加修器功能进行活化。我们这个活动的适合对象有幼儿园到六年级的趣味假图形迷宫和鬼假图来让大家玩。然后我们的地点是在操场的十座区上面，因为我们怕有些人不知道鬼假图怎么玩，所以我们设计了鬼假图的规则。我们想要在让操场刚运动完的人坐在十座区休息，可以不要那么无聊，所以我们想要设计一些刻一些益智游戏在上面，让他不要那么无聊。会来改良的，上面就是用一星的 YHES 的这个里面的一星国小的英文来再藏在这里面，然后让同学觉得这个很好玩，里面也会有一些的假的字母，也会有一些陷阱，可以让他们去发想，对不对？好，这个呢，这个谁要说？这个是谁的？来来，你说。我主要设计的目的是，就是吴思老师叫我们，就是设计的迷宫边，就是不能太斜，就是线不能太斜，所以我就用尺细心的描过，然后黑笔描过。然后呢？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看一下这边吗？我觉得。太难也不要太简单，所以我就设计的没有那么难。就是这片呢，它有很多类似题目的东西，可是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例如这个薯条我是按照这个长短来分的，因为这个就不可能。对。然后其他的就是按照，因为要这几个任务嘛，对不对？对。小图的。我就是按照它几根，然后呢？十座上面的话，那一定要适合一中高都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低年级的小朋友可以到那边去玩，然后中年级，这样的话比较多样性，这样子。